原来自己在家做纯谷苏色粉这么的简单。粉天狼无添加，可以用来做任何喜欢的糕点跟甜品。我们先来处理一下果蔬，菠菜去根清洗干净，南瓜去皮切小片，紫薯去皮切薄片，南瓜上锅蒸熟，清洗干净的菠菜焯水，控干水分的菠菜放入到烘干机中，再依次放入蒸熟的南瓜跟紫薯片，65度烘11小时。果蔬烘到这样可以轻轻捏碎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料理机将它们打碎，打好的果蔬粉记得多过筛两遍，这样就很细腻了。无添加的天然果蔬粉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